因为那时候会爆红的原因很特别，因为我就很勾引，自己说自己爆红，对，自己爆红哦。正常，我们下面都会穿牛仔裤，直接整套比基尼。这一定爆红嘛，龟毛脱掉嘛，哇，你还没拔啦，我也跳脱掉，老师配音，哎，如果夫妻来，应当来去被 Q 落趴死，所以我把鞋很好，我如果看到夫妻，我就会去拿给老婆。男公男 boy 找一个熊碎熊天，太可爱了。他呢，前一阵子爆红，就是因为哎呀妹啊，穿着比基尼冲啥，卖拔啦，穿比基尼，来一起来欢迎我们这位高。高雄的这枚金莹莹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南部的金莹，比基尼就是我的流量密码。当时怎么请安尼去卖芭乐？因为那时候会爆红的原因很特别，因为我就很勾引，自己说自己爆红，对，自己爆红。正常，我们下面都会穿牛仔裤，是，然后正常啊，合理吧？不然呢？直接整套比基尼。这一定爆红嘛，龟毛脱掉嘛，哇，你还没拔啦，我也跳脱掉，老师配音，如果夫妻来，应当来去被 Q 落趴死，所以我把鞋很好，我如果看到夫妻，我就会去拿给老婆，我不会特别选老公，对，不要让他们吵架，真的。对了，不多了，这白夜涂唇嘛 ，OK 啊，而且夜市也热嘛，蛮适合的。我觉得穿这样在夜市是适合的。你也经营一些网络的事业是吧？有 YouTube 嘛，或什么那些。我其实副业是在做饮料店。哦，做下这行，饮料店啊，你自己卖吗？还是什么？有时候会去店里帮忙，然后如果就有空闲的时候，然后如果没有空的话，就是可能是接活动这样。哎，很认真的一个女生。刚讲那个地磅站啊，对，你去地磅站。地磅站干什么？就是我们是一个代办的事项，专门为大卡车司机服务的。哦，就是你们，我看过这个新闻。可是每个人看到我都认不出来。他说：“这个是就是卖一些那个冰结冰水啊，代办事项，代办事项 ，APP 代办事项，就是处理一些杂事啦。懂了，他们经过的时候，然后他因为。他不方便下去嘛？对，为什么地磅你们知道吗？过那个过地磅，对，就那个车一定很大，然后他直接过去，那就有一个地磅，就知道你的重量有没有超重，有没有规。你超重的话，你会压坏高速公路嘛？是，你就不能把车开到普通路去了。你要什么？我要水，要槟榔，要什么？你只要打电话给他们，然后他们服务就是照便当，然后代收包裹的服务等等，对，然后买水没有？你也去跳那个庙会啊？我是做礼生，我不会跳，但是我是做礼生哎，礼生是高很高，这个就要特别澄清，因为礼生有分很多种，有分三种，它有分商的，然后喜庆，然后喜庆它有分定点。然后跟绕境的不一样，大部分都是做定点，绕境会比较少了，因为绕境它毕竟要一直走，然后晒太阳。OK， 这个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。那个整礼生知道吗？大概知道，对，大概知道，服侍神明的仪式或什么那一件。神的侍女穿这样吗？没有，他们有固定的衣服。我曾经有试过这样子走正头，然后那时候我也是我发明的，然后那时候就在网络上掀起一阵讨论，就正负都有了，正反两极化，对啊，就以尊重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情。厉害，这是我们高雄的女生，我妈妈也高雄人，对，幸会。没有你这一套，这一套等一下我带回去给我妈妈穿。好，没关系，买十套新的给妈妈也不过分。